椒做出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辣椒目前2连红，更多推荐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分析英超曼城对战狼队，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狼队上赛季英超积59分，位列联赛第7位，是19至20赛季中最令人惊讶的球队之一。本赛季首轮比赛，狼队做客挑战谢菲尔德联，以2-0力克对手，拿下赛季开门红，球队不败能力相当突出。客队曼城近3年来2次夺得英超冠军，上赛季一看位列亚军，球队进攻相对犀利，防守端也有一定的造诣，场均失球不足1球，新赛季也加强了球队的阵容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1.25球，上赛季主客场两循环交手，狼队均将对手斩于马下，但鉴于两队上赛季的排名差距，个人还是倾向于曼城不败。本场推荐曼城加1.25。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，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滑着滑着你就找不到我了。